走，你姐姐我咋说一会儿？没事儿，那平常说话的样子。走。妈，回来了。挺好的，俺爸妈都是一直搁家做生意的，反正天天也挺忙活的。现在这生意可以是吧？啊，生意挺好的。也不用我管啥了。那行。这个小彪准备啥时候上班了？上班都等到小外甥上学了吧？等到他上幼儿园才能上班的。你等下一回来了，把他带过来，给你看看。行。觉得头一次来咱家，也没带他，怕他闹。这个也挺可爱的，挺累顺。才那个7个月了。是吧？行，我第一次听小磊说你，一直说叫我来，然后这段时间也耽搁了。我不是想着自己出去租房子住了，然后又是搬家，又是买东西嘞，然后一耽搁了半个月。房子租好了没有？租好了，也弄好了。行。小磊帮着我一块儿打扫。是吧？这一个在外边不方便，跟着磊回家来就行。等都说让我来，我都感觉挺不好意思的，你看看一下耽搁恁长时间。半个月了，说来一直没来成。如果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给恁看孩子。挺早都听小磊说你做好。小磊来了，我也是经常夸你。说那边你爸妈挺好。你在搁家干啥玩意？我这没啥事儿，是下下地，再收拾家，啥也弄不成。我搁地里干活。像恁爸恁妈事业心都挺强的，他也是干生意。他也是做个小生意。这我这也是想着挣两毛，这一个也出去这家。都是做个小生意，反正能顾住家都能，多多少少挣一点。是，反正农村人就这样。是。弄回来都是这。行嘞，那不行了。我谢谢你的。雷挺优秀嘞。就是小磊挺好的。对我一直都挺好的。是不是？小楼都别走了，跟搁这吃饭吧。不用。啊。走吧咱。还都搁这吃饭吧。搁这吃饭吧。这家饭啥现成。走吧，明咱俺下一回再来吃吧姨。你看这天都快黑了，这一次来的也晚，等下一次上午来了，俺上午搁这吃。下次就中午来，带着孩子。下一次带小丸子一块来。然后中午搁这吃饭。那俩等等聊会儿，我去那买上。你干啥去？我去那买上。我能搁这聊吧。走。这个你看，这个经常听磊说你这个，你看第一次见，就是比我想象中还优秀嘞。真是这一段时间待着，反正啥也干不成。我都说真是。等到孩子大了，